新著名爱在台湾，情在台湾，百人盛宴旗袍秀晚会正式开始，请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进场的是理事长，还有的李监事，欢迎由我们周满之理事长来带领我们所有的李监事来进场，再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总会这席理事长呢，非常的辛苦啊，然后用心，在这过程当中呢，费尽了心思来筹划这次的活动，也真的很辛苦我们周理事长带领我们这些理监事们呢，辛苦你们了。我们的理事长带领我们李监事来上台，漂亮 pose 的啦，看着我们的摄影师，谢谢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我们李监事们，辛苦你们了。再来欢迎我们的机智最辛苦的评审团进场。我们的这一群非常专业的评审团来进场，蔡慧明评审长、刘志强评审长、朱敏珍评审、李明义评审、曾丽珠评审、江金轩评审、杨慧婷评审、江泽颖评审、金宣梅评审、邓依婷评审、阮世梅之评审、朱玉琪评审、李安。欢迎来自我们国内外的评审团哦，最专业的评审团就在我们台上，请大家呢热情的掌声。王总裁，由莫志平老师所带领的团体组表演，社团法人台中新著名光盘协会旗袍组，今天所要表演的是旗袍美人歌曲，欢迎第一组莫志平老师所带领的旗袍组进场。也恳请你们呢，谢谢就坐，我们的晚会即将开始喽。第一组由莫志平老师所带领的社团法人台湾新著名光盘总会旗袍组十位佳丽来表演，表演的歌曲是《旗袍美人》。
是不是很美呀？来个热烈掌声好吗？哇，真的很漂亮哈、哦！好，那我们来拍照。好的，谢谢第一组的莫志平老师所带领的起泡美人，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张丽燕老师所带领的社团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起泡组，请登场。第二组团体表演由张丽燕老师所带领的社团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所带来的起泡组的表演，所表演的歌曲是《夜上海》，凤凰于飞，欢迎。
社团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的启发组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那请我们姐妹们来合照一下好吗？合照。谢谢我们第二组，再来欢迎我们第三组，由李孟思理事长所带领屏东县潮州镇中华儿女关爱协会。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着你的家。
是那么脸庞的所有现在还是不愿意叫你看那清晨的阳光水下看那微笑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请不你太过分这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光阴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感谢我们第三组李摩斯理事长所带领的屏东县潮州镇中华儿女关爱协会，我们的十位的美丽人儿。哎，那我们还没有拍照哦，好，照片。靠拢一点啊，太少。好，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哈，集中在一起。谢谢第三组李公司理事长，第四组欢迎我们张涵林团长所带领的嘉义市神州旗袍团进场。
谢我们第四组的张汉宁团长所带领的嘉义市神州旗袍团，水乡温柔，谢谢。欢迎第五组由万林乡里市长所带领的台湾海南民间交流总会旗袍组，请准备。旗袍组十位佳丽进场，旗袍秀个人组佳丽，请准备。旗袍组，他们所表演的是《云水禅心》。好，那理事长说呢，今天呢要让大家美美的拍个照片哦。就是在《云水禅心》这首歌呢，播放的当中呢，拍一个照片呢。好，我们歌曲可以播下去。那这时候呢，他想要邀请我们的总顾问，好上台。总顾问那个林顾问，林顾问上台，一起跟大家拍照一下好吗？因为他们没有表演，他们今天就是合照。那我们邀请的顾问团好不好？我们总顾问再带领我们顾问团跟他们一起来合照一下好吗？然后邀请了慧文评审长、慧婷评审长、品珍评审长，还有明义评审长，啊，金萱美评审长，我们一起上台跟我们合照。因为他们呢，因为人数的关系哦，今天没有表演，就用来拍照来代表。好，感谢我们的评审长，各位评审长。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依婷评审长，还有我们的玉琪评审长。梅芝评审长、金文评审长、我们的丽珠评审长，还有我们的泽颖评审长一同来上台。好，这一
组比较特别哦，哎，理事长他想要让大家能够漂亮的拍个照片就好。好，这样摄影师可以入镜吗？全部都可以入镜吗 ？OK， 好，来三二一。还有我们的周理事长，好哦，最后一个大家长上台啦！我们不会忽略你，我们等你的哦。好，我们再换第二个 pose 来。好，再一张好不好？再一张，再一张，好，再一张哈，来，再一次哦。好，三、二、一，最美美的照片。在我们评审哦，都有很多的照片哦，可以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评审团超美的。莲花指啊，平常要跟我们评审团拍照很难哦，所以难得的机会哦，让大家都合照一下。好，感谢感谢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评审们呢，还有我们第六组，三联国际事业集团徐少宗理执行长，世佑有限公司赵佑伦董事长，社团法人台湾新著名经贸文化交流协会贺华理事长，润熙全球招商刘美美总监，赞助本次的活动旗袍设计奖谢彩华设计师，感谢我们以上的赞助单位。镇长，2019年世界旗袍女王争霸赛总冠军，请热情的掌声。第二位是林志强评审，藏宝阁古董珠宝博物馆的馆长，全球经贸文创艺术开发联合总会荣誉总会长，也是我们这次呢活动的总顾问哦，非常的辛苦哦。好，第三位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朱品珍评审。品珍呢，评审长呢，他是开立呢晚礼服公司的品珍晚礼服董事长，全球慈善皇后国际环球太太，2018年总冠军。好，品珍理事长，再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再看一下好了，再让大家瞧一瞧，对对，非常的贵气哈，漂亮。好，第四位是我们林明义评审，中华海岸。对不起哦，中华海峡两岸金融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明义评审哦，如果说有参加这些比赛的话，都会看到我们这些评审长有没有，非常的优秀。好，第五位要介绍的是曾丽珠评审，欧美家国际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对，我们的曾丽珠哦，理事长也非常的专业哦。在上一回的那个高雄的一场选美比赛啊，怡君老师也是担任他的指导老师之一哈，很荣幸又再见面了。好，再来是张金轩评审，威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谢。第七位是我们的杨慧婷评审，中华联合美业发展协会美业人的娘家理事长。好，欢迎。第八位是江泽宇评审，中华联合美业发展协会美业人的娘家秘书长江泽宇评审。第九位是金宣梅评审，越南歌手网红哦。好，所以如果说有参加过他们越南场的这些表演的话，有听过他唱歌，真的很厉害哦。好，第十位是邓依婷评审，荣获2019年国际选美亚军。第十一位呢是阮氏梅枝评审，专业培训讲师国际评审委员阮氏梅枝评审。好，感恩。第十二位是朱玉琪评审，荣获2019年国际选美皇后以及2019年国际选美才华女王。第三位是林安珍评审，好，
荣获世界选美冠军。好，以上是我们十三位的评审啊，专业的评审。接着介绍的是我们最后一位范静文评审，也是我们选美的加厚冠军哦。来，我们热情的掌声，我们的评审，谢谢谢谢以上辛苦的评审们。紧接着的我们的个人秀即将登场。
广东镇江市，来台湾27年，曾在东港经营服饰店10年，职业呢是通森房屋东港店的担任副理。11号霍飞，广西桂林，来台19年，热心做公益，荣获2018年总会举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姻缘时尚婚纱礼服杯亚军。12号谢彩华。来自广西，住在旗津，他是一名旗袍设计师。以上感谢我们7到12位的佳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哦，我们理事长上台来让大家看一下哦。理事长的这一身的旗袍呢，就是我们12号的佳丽谢彩华所设计的哦。来，给我们理事长一个掌声好不好？跟彩华，非常的优秀啊。好，紧接着欢迎13号陈春，14号钟金菊，15号钟建华，16号王继平，17号张爱红，18号朱小飞进场。13号陈春，来自浙江，现在住在台南，职业是华家御品设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14号钟金菊，来自湖北，身高161，体重47公斤。15号朱建华，来自湖南，来台湾23年，育有2个宝贝，经营汽车轮胎，还有汽车计程车车队，所以车行的事务呢，都是他们家全包办哦。还要感谢理事长不断的鼓励他圆的这个旗袍的梦，让大家呢进入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最重要的团队。好，再来16号王继平，身高163，体重19公斤，爱好唱歌跳舞运动，职业是爱散药保养品批发。17号张爱红，来自江西，来台湾20年，喜欢旗袍，穿上旗袍的美人呢，都可以呈现玲珑有致的曲线与优雅高贵的气质。18号朱小飞，陕西西安省，是一个乐观积极精神上进积极上进的宝妈。好，他对旗袍呢情有独钟，听说他旗袍呢不但呢收藏了10件以上哦，然后最喜欢就是跟姐妹们一起来研究旗袍之美。感谢以上我们6位的佳丽，谢谢。接着欢迎19号罗华平，20号钟依依，21号汪瑞瑜，22号朱青青，23号罗燕琪，24号廖文君。
食、兴趣唱歌跳舞运动、职业艾莲娜内衣批发。20号钟意义，广西人，营造业负责人，最喜欢画画与跳舞。他说他今日要展现这世界上最美的衣裳，他觉得这一身的旗袍是他这一生中最漂亮的一件旗袍。21号汪瑞黎，重庆女人一辈子一定要有一件旗袍，让我们穿出美丽以及自信。22号朱青青，湖南娄底，现住高雄的陆族，来台10年，经营工程业，经营范围由厂商的搭建、采光罩、电动卷门。他说坚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23号罗燕琴，现住台南柳营，业余时间最喜欢阅读、练瑜伽，更喜欢跟好姐妹们结伴去登山，感谢大自然之美。23号廖文君，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感谢我们以上19号到24号的佳丽，谢谢。再欢迎我们25号江南京，26号李文思，27号李文熙，28号刘吉云，29号孟万林，30号杨怡珍登场。
是以上的15号到30号的佳丽，谢谢。接着欢迎31号莫志平，32号汪宇夫，33号张东培，34号朱景，35号林雅妹，36号贺静怡。39号周三清是一名老
老妈来台湾11年，个性开朗，职业是屏保工程师。那感谢理事长举办这个请秀，能够让大家多多的投我哦。40号，周颂玉。周颂玉来自中国广东梅州，来台湾近20年，职业是国泰人寿任职。他说这一次的培训给予我不仅在舞台上的表演技巧更加的进步，也学会了自信，并创造出一道道美丽美美轮美奂的风景。41号，杨霞。洋装女王就是我，我的一切交给我，我会让你美到没有朋友。42号，李佳琪，福建莆田，喜爱广发，多才多艺。42号，李佳琪。43号。黄菊香，感谢以上37号到我们43号的佳丽，谢谢。再来欢迎我们45号刘中华，46号朱燕婷，47号孙玉文，48号李晶晶，49号谢欣荣，50号李好，51号李静，登场。欢迎，前面的。
是一名爱学习的宝妈。以上感谢我们最后一组的嘉宾，谢谢。啊、哦，最重要、最头痛的时刻就是我们评审哦，现在正努力的在评分当中哦。好，接着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哦、帮忙。